赖吉德下来，撤回鄂华，拒绝过劳。全台湾，尤其是高雄跟台南，那么多的劳工，那我们聚集在那个中央公园，然后前进到行政院南办中心。我们主要就是因为行政院把劳基法整个修二，然后送进立法院，把我们今天设置出来，要表达我们劳工整体对于二修的劳基法的不满。尤其呢，它里面有七修一，把它取消。七休一呢是全世界劳工普遍的价值，在八十年前呢，整个劳工团体呢，在整个世界劳工团体就已经有说过，每个劳工最基本的价值是七天要有一天的休息。结果我们台湾在赖清德院长的情形之下、执政之下，既然把七天要有一天的休息国定假日竟然把它取消，而且呢又有。每个轮班的年，每个劳工呢，他原本的间隔应该要有11个小时，结果呢，赖清德院长他竟然要把它取消，把它缩减为8个小时。8个小时对一个劳工轮班的劳工，你想想看，如果下午6点下班，然后他还要回家，然后还要吃饭，还要洗澡，然后还要陪我们家里的小孩，家里的生活，然后再睡觉，然后你2点又要马上来上班，2点要上班，至少他要2点之前就从家里要出来要上班，所以整个劳工如果是1个小时，把它修为8个小时间隔，这样子的话，劳工他在家的睡觉时间几乎只有3个小时，所以。这个是要扼杀整个劳工的健康。连续上班十二天，又12小时的话，对劳工来说是很容易造成过劳死的问题。而且都没办法陪跟家人培养感情。这个在轮班限制上真的没办法开，因为他现在开放到三个月54小时的话，根据劳国际要去组织的话，是每个月只能上限46小时。那3个月54小时的话，就会造成过劳死。而且他虽然是所谓劳资协商的话，我们一般的工会只有7.1%的劳工会而已。造成协商的话，工会有时候都没办法自主，因为都是资方会压迫工会，所以在协商方面也很难得到工行的那个信任在。维持最基本的劳基法是保障劳工基准，不是放宽那个基准。双方基础上就是你老公没有生活权。我们是屏东的学校，在屏东最严重的状况是学校周边有许多就是餐饮业者，就是小吃店等等，是专门做学生生意。但这些业者会就是冲着学生需要工作的机会，恶意的去拉低时薪，有时薪只有90块，但是他们就是看准学生需要工作的机会，就进行这样的压榨。那就是校方或是劳动机关，他们没有任何表态或表示，但是学生到最后需要自己去组成一个组织来，就是反映这样低薪的状况。最严重是屏科大中文。对，就是平均时薪大概都是80块。学生在未来短短3-5年内也会成为劳工，所以除了就是我们社会责任，我们认为我们接受高等教育，说我们也有肩负，就是当社会出现这种就是政府不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出来为大家发声。那一方面也是为了未来的自己，因为我们不只是学生，未来我们也是劳工身份。如果现在轻忽这个修法的话，那苦到的是未来3-5年后的自己。而且现在年轻人就是平均低薪贫穷，国家的发展其实就是因为这样落后。可是当我们政府想要透过压低劳工的权益、压低劳工薪资、提高工资来增加我们的国家的收益，或是想让企业更加发展，同时其实人民的生活会是更加低落，生活品质更差，然后整体的经济状况是更往下沉。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站出来呼吁，作为学生的一个意见的领袖，希望可以让他们就是一起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一方面也是就是肩负我们的社会责任。
为广大劳工或者是整个社会来发声，预防我们社会就是更不差劲。而且就是其实现行的劳动法律其实已经很不完善了，因为算它的一点是，即便我们是学生，但是有很多人已经进入到劳动市场里面去做所谓的临时工或者是计时人员。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是在轮班制的公司上班，在过往规定跟休息间隔是11个小时，但是我曾经在晚上临时被要求加班一个小时，隔天早上6点要上班，等我中间休息不到8个小时。对，所以就是当我们的法律现在已经是这样子，就是松散的情况，并没有严加的审查，那我们还能够想象未来修法去压缩我们的休息时间，去拉长我们的工时，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你看现在法规这样规定，但是我们的劳检有落实吗？然后是我们的企业当他们就是知道这种状况，就是知道法律的规定的时候，他们有在注意说劳工的劳动状况。对啊，仍然是排班的人仍然是排出这种班表，然后可能排班的人跟当班的主管不一样，他并不晓得你接下来的班是什么，所以他可以任意去拉长工时。劳基法基本上爱徛伫劳工的立场，和资方来遵守。用人为思考，咱今仔日改的不是讲讲医疗产业尔尔，所有这个劳工，伊受的影响，你只要甲立法，这个法，伊讲我无违法，我11点钟改到8点钟嘛无违法，哦，所以咱袂当予这种用资方的思考，倾向资方的这个立法，予伊先通过。绝对要反对，哦，因为这个在咱的人的身体是袂堪的，医疗的观点嘛是袂堪的，唔是干那医疗人员尔尔，所以绝对反对，哦，反对这种用资方的思考来倾向资方的立法。